现在开始啦！掌声加尖叫！马上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欢迎健身教练江俊凯、金马王子邱俊兴。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甜心教主 Yuna， 还有台语唱将陈依婷。闪电侠郭宗佑以及我们的泰拳王子红毛。隆重欢迎我们的综艺天王主持人吴瓜瓜哥！这是台中市南屯区，哎呦，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有高中有大学的，是啊是啊是啊，是是，听说有一组舞群非常厉害啊，对，我们上次有介绍北一女的，哎，好学校的学生听说也蛮会玩的，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会读书又会跳舞了？来到台中一定要访问台中女中啊，哎呦，台中女中有没有？台中女中。往前，台中女中的舞蹈社，对不对？嘿嘿嘿，不是很热情吗？又长得漂亮，又活泼，又能跳，书也能念。今天要秀一段舞蹈吗？有。你们学的是什么舞 ？Hip Hop。虽然还没拿到什么名次了哈。有吗？有吗？有拿到。搞笑冠军，很厉害，跳舞跳到跟搞笑，讲笑话，搞笑啦，搞笑冠军啊，哦，好了，一起秀一下来，好，欢迎台中女中，台中女中啊，既能读书又能玩。你们跳的真的很好，又整齐，对，而且每一个都很漂亮。而且厉害的是，这嘻哈一定要做重的是律动，他们整个团队律动很好。对，该蹲地的时候蹲地。哎呦，很厉害，你也有这种感觉。有。刚刚在那个吗？还有任务吗？还有，你是担当。你们几年级啊？我们高二。高二。将来想念什么这样的大学？我想念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想出国留学。你呢？我想读政治大学。政治大学，对，你什么什么想做什么？我想要当股票分析师。股票分析师，哎，那是你这个朋友可以交吗？你有研究吗？稍微应该有了。所以同学的投资集资让你在操作吗？没有。哎，他们年轻都自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很棒哎。我想要读电影。读电影，电影，年轻人要有想法了。都高二了，都有目标了。都有目标的。对，今天来的也都是学生啊。哦，我们还有那个岭东的，来来来，岭东的这边是什么学校？啊？来一位，你是岭东的篮球队吗？岭东篮球队，岭东是在台中的南屯区，南屯区在附近。今天都是运动员来这里的，你现在高几？我高二。高二，岭东的篮球。美女，你穿这个是护校吗？不是啊。啊？慈铭高中。慈铭高中怎么穿着这么红？为什么？对啊，因为我们是女团。你啊，这不是学校制服？不是。你们是女团？对。什么样的？进香团吗？还是？对，要跳舞的吧？团要讲哦，有金香团的哟。会太新潮了。人家是韩国女团
团的那一种女团啊，很多女团那个进香团穿这样啊。你不要看到后面有一个戴大假帽，对，啊，不要进香团，你老师个戴大假帽子哎，大假帽这样很棒哎，老师带团啦。我刚刚看到嘴，对啊，你看你是老师吗？啊，我不是，你是？他是科技精华经济。哦哦，科技经济。我看了大假帽，以为你们是进香团。对啊，你们好像你要高兴，好像你要带他们，你们参拜啊，不，你进化工，来来来，参拜这家来，大家自己过来。好，请到我来。好，所以这样，我们一个学校派出一个代表来。哦，怎么样？要干嘛呢？热舞大风吹。好，来 PK 一下。对，这么多学校嘛，哈。来来，请派代表来来来。今天热舞大风吹有台中女中、慈明高中，还有岭东科大街舞社共四位同学，女艺人派出雅玲与 Yuna 一起来舞动青春。第一题就从每个人的生日出题哦。请公布，27263252020，没有一样吗？可以。啊，十秒钟你们记啊，开始记啊。10、9、8、7、6、5、4、3，你记得起来。这次的题目是生日，不就最多两个数字，一定接得起来吧？努力跳，抢两个一啊！一定要跳起来 ！Music Go！ 跳起来！来，你要喊到20，他喊到20是喊对的。哦，你是对不对？他是25，他不是15，他是20，所以你被喊掉了。哦，你喊到20吗？对，他一开始就喊了，但是他一直喊15。来握手一下。OK， 同学被淘汰，不好意思啊。你什么学校？岭东。岭东的，好可惜啊，来岭东的，是没有每个学校不同代表了哈。恭喜五位，来起立。来 ，music。多少？25，25，25，有，你喊他，赶快喊啊！27，27太慢了。他喊对了，他25，对他喊对了。25吗？25没错。他也是喊对，但是他比较慢，对他太慢了，好吧？速度比较。来，什么学校？台中女中，台中女中，没关系，还有机会，来先休息一下。好，来休息一下。四位起立，四位喽。经过两轮比赛，岭东科大、台中女中都淘汰了。接下来要出什么题目呢？那个孔子、孟子写，孟子、庄子、老子。孟老庄。对。翻过来给观众看。5、4、3、2。孔子、孟子、庄子。好，来准备。要跳 ，music go。你说什么？他其实是先喊出来了。他在喊什么？他一直他喊的。我跟你讲，我认为他喊的不是很清楚。你喊慢。他是，我认为他不是喊的很清楚。哦。但人急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不行，就是清楚，听不清楚也算。含糊带过。每个都指，我怎么知道你是喊卫生纸还是什么纸？所以他淘汰。我认为他淘汰。几位，讲出来。来，我们题目最后来抽。台中女中还有一个机会，三个来抽。再改喽。抽，来，请公布。公布。5、4、
南屯、北屯、北区，南屯、北屯、北区。来，请说音乐题目改第一题几号？来，预备。几号？改几号？第一题的。天哪，瓜哥竟然要在这里改题目，大家还记得前面的吗？改第一题哦，跟南屯北都没有关系了。第一题几号？预备 ，music， 好快哦，太快了，叫人家背一背，然后不用南屯北屯，赶回来出生的日期啊，所以等一下要喊日期耶。戒指，要是我的话，只能用力抢椅子，要抢椅子。台中女中获胜啊！如果记性不好就努力抢哈，如果不努力抢就记性要好。来，我们恭喜哦，颁发的是4000块。哎呦，两位同学都获胜了，厉害厉害厉害！其他同学，哎，刚刚那两位同学，还有吗？各位，还有吗？谢谢同学，谢谢。哇！所有学校同学一起来欢乐，对对对。那我们婆婆妈妈也要玩啊，可以吗？可以吗？有没有参赛的？有没有参赛的？来，来，哇，这个都很年轻的嘛。哎，对啊，是啊，姐姐了，大姐。哎，姐姐好。哎，你好。叫什么名字？陈佩仪。做什么？做钣金。钣金嘛，今天那有赢。哇。好，来，你呢？从事什么工作？保险。保险，保险业的，对，哇，那墨镜戴得很时髦啊，时髦。今天怎么有？今天有空来？对对，我们是岭东 EMBA 的。哦，人家一样的嘛，同公司嘛。当妈妈了？哎，当妈妈了。几个小孩？一个。你也当妈妈了吗？对，妈妈。也同个单位嘛？我们都是岭东 EMBA 的。是，大名啊。温婉婷。婉婷啊，你好，你好。你是？我是做姓名贴纸，我们在鹿港跟逢甲、东海都有设点。哦，做姓名贴纸的。对对对，做姓名贴纸。哎，对。瓜哥找了4位妈妈要与他们一起同乐，题目是让妈妈们自己写一个生活用品，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好了，我们打开来看看，一二三，亮牌。来，我们这边先写的是牙签啊，牙线、抹布、牙刷、洗碗巾、空气清净机。哇，你们看到没有？啊，都写好了，赶快！牙线、抹布、牙刷，来，赶快背！飞翔，牙线、牙刷，来，我们5位请就位，来就位哦。妈妈们的生活用品都好生活化，瓜哥的倒是有点难记耶。要跳脚，来准备啦，好不好？来，肉大风吹 ，music。牙线哎，喊对了呢。等一下，你们到底现在在干嘛？你们到底有在玩游戏吗？有啊。我有吹哨子了吗？我还没吹耶。刚刚有听到哨声啊？有啊，明明有哨音啊。我还没吹耶。刚刚有哨音。是不是？是这个声音啊？对啊。哎，你在玩游戏，怎么吹哨啊？你怎么可以自己吹哨？不是我吹啊。我吹了。好，拍起。重来啊。好了，各位。瓜哥的哨子已经拿掉了啊，没有问题了，我不会再吹哨子了啊，不会吹了，现在没有理由了，是没有理由了，没有理由了，没有作弊，热舞大风吹 ，music， 慢点。我不小心，谢谢。什么事？等一下，你喊他什么？清净空气机啊！清净
空净机，清净空，空气什么？空净机啊，空净机。你喊他什么？你要先摇个，我不洗碗机。难怪，讲良心话啦，瓜哥虽然讲四个，讲四个之内他都还没讲。对，他讲出应该还错。而且你怎么？你讲太快了，你不能讲四个啊。对，你不能讲四个，你不能把全部的人都讲出来。讲这个就比快的，本来就比快。这是比快没错，可是你讲四个就错了。讲四个错，可是我讲四个，我说牙线、牙刷、抹布、洗碗巾，对，这是够对的吧？牙线是错的，可是讲个什么清净空气也错的，我就马上讲牙刷是对的。没有人这样凹的啦，没有人这样玩的。不能讲错，而且各位，你们有发现吗？我刚一吹哨的时候。他连做都不想做，他已经在那等了，你完全不想做了。因为我们要等，想跟他们抢没有意义啊，等他谁失败就喊就好了。哎，你这样跟谁要跟你比赛？你都说乱啊！起来都是谁？对啊，只能喊一个来，只能喊一个，一个来。哦，那就喊一个了，喊一个。好了，喊一个。那我现在要重新来。对，不然你们到底要几个重新来？还是说他淘汰我们就重新？没不行了，那他不能淘汰。哦，来，因为刚没有讲好了。哎，妈妈们要改题目了，那这一段写英文名。他没有英文名字啊，英文字母好了，简单一点，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就好了，我写一个就好，写一个字母就好了。来，如果写好了，我们这样一、二、三，翻出来看看，来，请翻翻，来翻，你是 L 吗？你是 L， 对对对，为什么你是 L？ 姓林啊，林，你是什么 ？T， 为什么是 T？ 停，啊停，对，啊停啊，停，啊停，禁止通行啊。你是 K， 为什么 K？ 因为我叫 Kiki。这么可爱的名字叫 Kiki， 叫 Kiki，K K T L， L T K， 哎，你答错什么 ？X X 哦 ，X X 夫人 ，X 夫人啊 ，X 夫人 ，X 档案啊 ，X X 未知之谜很神秘，对对对。啊，你是什么 ？Why？ 我什么都好说 ，I'm only all yes。All yes， 你只要开口我都答应。Yes，Yes。L， 好，大家赶快记起来哦。L T K， 记大家的名字啊。L T K X。好，来收板子，请就位。好，来热舞大风吹 ，Music。答错，他是 L， 恭喜你答对，但是妈妈遭到淘汰。好了，第二段，热舞大风吹 ，Music。乡下的农村有一姑娘长得俏，呼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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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个新郎住在对面半山腰，呼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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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我有语助词，哎 ，OK 啊 ，OK， 那这样 OK， 谢谢。妈妈反应很快，就被瓜哥淘汰。对，来，你先旁边休息一下，谢谢。来，三个要抢一个，有两个留下来的各有2000块了哈。对，按照惯例，对，这个时候要换题目了，要换题目了。题目这边用抽签的方式，抽签。来，大姐先抽。来，咱们大姐先抽了。我们的 X 大姐是，好来，所以你是蝴蝶兰。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你是向日葵，所以你是向日葵。哎，你是蝴蝶兰。对对对，所以蝴蝶兰你知道吗？蝴蝶兰，向日葵，你赶快给人家看。赶快，还有谁啊？可以吗？向日葵、蝴蝶兰，来收。蝴蝶兰，向日葵。
说实在，一般人真的会去抢椅子。我是礼让啦，国外坐呢，我能坐吗？而且我还他们抢了，我还在跳了。颁奖啦，来来了，留下这位妈妈哈。来来来。有两个优胜的嘛啊，来你两千，好，一人一千。啊，他没有啊，他没有，他没有。我快了解哦，好啊。你雅哥了解哦。好的，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继续送幸福，走嘞。难怪瓜哥是妈妈们的最爱，看大家都和瓜哥玩得那么开心。那接下来我们来玩板块移动，今天就先让女生来挑战看看，我们来见识一下台中在地的女同学实力到底怎么样呢？哎，板块移动，哎，也要让女生来挑战一下。好，来欢迎女生的朋友，来，女生女同学，欢迎，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呀，你好，同学大名。中成美。什么学校？中明高中。中明高中，怎么那么害羞？高了。高一。高一哦。高一。你喜欢什么科系？桌球。桌球。所以你是桌球队了。嗯。有参加过比赛吗？就台中市第六名。第六名哦，大名。陈淑琴。陈淑琴，哇，这个是什么中学？我看岭东。岭东啊，岭东中学。什么科系？高中部。高中部。嗯。喜欢什么运动？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将来想做什么？想做护士。哎呦，为什么想从事护理师的工作？因为喜欢帮助别人。帮助真的。可是你有去念还没念医啊？有时候看到血就昏倒了。对呀，可以接受吗？可以适应。这个是要非常有耐心跟爱心。当然，我们希望你去当护理师啊，因为现在人员缺少。非常棒，哎，这很好。是是是。请问您是国二？国高一。高一啊，看起来很小啊，很像国中生啊。对呀。叫名词，我。驰名啊，驰名啊，远近驰名嘛，远近驰名。哎，后面是你同学啊？对对对。哎呀，这几个好多人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哎，怎么会有外感觉外国人的脸？外国人？怎么有外国人？你们是国外朋友吗？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谢之宇。谢之宇，这妹妹啊。嗯，朋友。朋友，你叫谢什么？康玛雅。康玛。玛雅。康玛雅。康玛雅。康玛雅，你来台湾多久了？半年。你从哪里来？美国。美国是因为爸爸来这边工作吗？不是。那你跟谁？自己来。自己来。哎呀，你来半年，中文怎么这么好？你是混血儿？妈妈是台湾人。好，对。那你是人家中美，你是？我也是。哦。我妈妈也是台湾人。对。真的。来这边半年，中文都很好。嗯，厉害。哦，那你准备待在这边念到毕业吗？没有。你什么时候要回美国？七月。哦，所以现在来读书只是来玩而已。这么快就要回去了，你也是七月回去？嗯。为什么只念这么短短几个月啊？我们回去要考大学。考大学，是是，很高兴见到你们了。好，谢谢，漂亮美。好，这个同学来，所以他们来只念几个月啊？对，对不对？嗯。好，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幼教老师。幼教老师。幼教老师。要当老师就对了。所以你现在有朝着幼教系这边来做研究吗？幼保科。幼保科都有这个想法是很好哈，那就三个女同学，三位，那叫我们女艺人哦，女艺人好不好？加女，来了，没了，陈艺婷是可以的，哎，雅玲，雅玲新同学，雅玲轮廓也很深啊，对啊，你是模特，我是模特，哦，我是台大舞蹈系毕业，我学姐，舞蹈系是我学妹，哦，两张有点像，哦，反而新朋友是你学姐，对，哦，那你进来就可以啦，那。进来哪里可以？表示他已经在我们节目也已经。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要穿位。姜还是老的辣。以前你还是你还是嫩妹，现在人进来你就。我比较年轻，我现在才25岁。你知道吗？他要你坐，我看我比他，我不要吵，比你年轻。不要吵。他三八的力。姜有老，姜有嫩姜老姜，你是姜母了。哎呦，那就给学妹好好发挥。学姐吗？对。学姐啊，哦，这看起来年轻啊，哈。哎，三七七，怡婷，还要加三位，加你们啊，好，五位，所以第一名就是有过关第一名的有4000块哦。好，来，请这位，加油，李芬。好，来了，哇，跳好高哦。哇，那这一跳，那脚都穿在洞里了，好厉害哦。他这女生看起来很柔弱。
我没看到他，我以为他翻过去就抢了，结果他在那里秒数有继续进。然后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小不点的看不出来呢。对呀、啊，哇，上去乒乒乓乓哈。怎么会想要脱鞋啊？穿鞋子会滑吗？就刚才一开始有是触感比较好，是对了，有的人习惯是这样嘛，爬墙一点点，有鞋子还不好走。那几秒？6秒47。1647啊，很厉害啊，同学好厉害啊，来，1647，第二位请就位，来，你们你不脱鞋啊？好，不脱，来一位。好，第二位没有，他说未来想要当这个护理师啊，第一次的触碰。没有看过这种路线呢，一只腿劈上去，往从前面穿过去。哎，我好，我替他紧张，还好他手有力，要手没力怎么办？对呀、啊，你把病人这样翻上翻下可以吗？哇，那个老人家被你这样，对，这个长照需要他。对，有没有换床？需要更多的生力军。对对对。几秒？34秒09。哇，一个16秒，一个34秒，差蛮多的哈。来休息一下，谢谢。哇，来这第三位中明高中，哎，现在是第三棒，因为这位体育班的桌球队，桌球队的。真的看不出他那么轻巧哎，嗯，对啊，因为他打桌球都在跑，用手的力量，对，哇，没想到这么会爬，哎呀，哎，他这个不输第一名哎，对啊，我刚才替他算的时间，机会哦，蛮接近的，你觉得会赢吗？会，好，请公布，有自信，16秒31，1:47的声音。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没有停顿的，第一个上去就，他不像第二棒晃太久。是，好，接下来就是艺人的代表雅玲，雅玲啊，雅玲，雅玲能不能替换 Yuna 呢？哈，哎，坐在这里了。还有郑怀思瓜哥，赢了就有替，赢输赢都没有替换的，没有，对，都没有，还是输赢都替，我一直都在。哎，好好，我知道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我们的艺人代表雅玲跟新同学了啊。有点小犯规，他有点犯规了，但因为你还没到全正全背面去抓，对，但没有关系，侧边真的没有关系，因为他整个在爬的过程比 Yuna 爬还要好看，好看好看多了。重点要亮好不好？重点是我可以穿他位了吗？啊，可以，没有这回事，你想太多。来几秒，我把他打败掉，28秒41，不错，还不错，但有点犯规了哈。来第五位，怡婷，听说最近有新作品啊？新作品啊？最近有新作品，叫什么？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叫做秒雕做嗲力几嘞？哦，新作品，谢谢谢谢，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秒雕做嗲力几嘞？来来来，预备，好来哦，到最近。注掉第一秒了，我的那这个呢？这个白啊呢？而且他有哎，现拿也不知道要不要拿。又要发片，又要练身体，你有练吗？有，最近有在持续的在运动。哦，对对对。那几秒啊？13秒18。
快的啦。厉害哦！来，你可以唱歌不拿钱，我们把钱给第二名。俩雕塑俩立起嘞。好，来跳快慢嘞。来，心为你飞呀飞，感受有你爱天地，心是加吹呀吹，也定注定你一个。心内一句话，今生今生袂改变，人海中等待你出现，谁甘陪，一世爱你体贴。听一人唱歌，中气饱不饱满？对呀，就知道。他都没串呢，懂不懂的？你看，白阿咧，你还可以再唱歌搞。人家，人家都住淡水嘛，淡水那地区可以跑的地方很多啊。有海边的，跑海边的，跑海边的，或是跑山路的，对呀，对对对。而且那边空房子很多，可以跑楼梯啊。可以跑就对了。对对。那你到那边嘛，跑。你要不要跑一跑过来跟我一起试一试？真的，它的肺活量很大啊。对啊。哎，十三秒，轻轻松松的。真的，还可以唱歌。我们第二名是。是谁？那个我们桌球这位女同学，中明高中。你知道你第二名的时候，当时你心是不是冷了一半？难过，难过。可是当我说他奖金要让给第二名的时候，你又怎么想？你很开心吗？开心，开心，开心。所以我们奖金是让给第二名。对啊，他是第一名是4000块钱。不是他没有了嘛？他第一名嘛，我们让给第二名。第二名是十名了啊。刚爬到第一棒，对，带小朋友的。所以我们奖金要让给他。啊，不是啦，不是啦，他我别讲你。你这错一个呀！他很起伏很大的，他想一下起左左右了。怎么说？那个奖金要让给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好开心啊！赶快说，赶快说，奖金要你的，全部拿走。你们俩只输一点点。对啊。你们两个只输一点点。好害羞。他零点一二。这样吧，这样这样，就听我讲了啊！你已经有4000块了。因为本来是他的嘛，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不适合跟你们拿奖金。那你是第一名，可是你输他又一点点，很不甘心情愿，对不对？对，是，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女同学来帮你求情，我就让你再比赛一次。求情，求情，找你的同学，找你的同学来求情，找一个对，找一个女同学来。怎么了？怎么了？来，你说。谁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再一次机会，你是他同学。对。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好，你希望他再一次的 ，OK？ 你现在过去，如果成绩能够低过16秒31的话，我给2000块给你。好，加油！加油！再一次机会，好不好？来，请。来，这是女同学求来的机会，你要好好珍惜的啊。预备。还是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这次力量好像没有，有点减少了，可能是爬第二次的哦。对，比较累一点，看不完了。那我觉得他也不错了，有这么平均都16秒的话，来几秒？21秒，21秒35，明显有稍微慢一点，21秒慢，没关系，我还是会补助1000块给你。我先请加码的，好了，来来来，我们的理事长，理事长，我们科技园区的理事长，你好，你好。瓜哥好，我们又见面了，来，因为我们精密机械园区造就了20000多个就业机会，产值亮眼，共创美好的未来，你给我开门！好活泼哦，他好像叶启麟在讲话，对啊，讲话的时候有韵律动。还有我们跟领工科技大学有产前合作，林会长，会长好，会长好，准备加码，加码，加码吗？是是是，哇，那太干脆了，加码加码。您就以前是宪兵队，对，台中宪兵队副队长退伍的，退役的，中校退伍。对对对，来这个今天特别要加码，这几千多了，啊，你该高的几了吼？一千高够够，那就颁发2000好了，好，2000，哎，1000。是瓜哥特别奖的2000啊，谢谢。还好要公读书，谢谢。好，第一名，来第一名，第一名，来颁发4000块奖金。好，谢谢你。好，握手一下。
谢谢。两位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还要进行男生版本的这个，稍微等一下，好不好？好，谢谢你了。还有我们学校的人，你说什么？我们学校的武术队学长们要来表演。武术的哦，你说功夫？嗯，学长，好看吗？好看。好看，那我们来看一下，来。好，来。中明高中武术队，哎呦，范善，哇塞，刚刚有点舞蹈的结合，有点是舞蹈的。小心啊，保护大哥一下。哎，哎呦，棍来了，棍来了哦！拿扇子剑，走。扇子有，包括剑，还有包括棍，好厉害！队长哪一位？有没有队长？你好，你好！你们武术队总共有几个人？有十一个。今天都到了？对，都到了。练多久了？练就大概都4-5年这样。四五年？对。有参加比赛吗？有，我们去年在那个在香港去参加一个国际邀请赛，然后获得27金。二十七斤？27斤？哇！哎，可是在香港的话，你还有中国武术队啊，对，就是会遇到中国，然后日本，对，马来西亚那些都有，都打赢了，对，就是还蛮不错的成绩量。你练武术之外，功课练完，你要接下来以后要做什么？以后就是可以当武术教练，不然就是可以做推拿。你要推拿？我说对。那你会学功夫跟推拿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就会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就会再试着去探索自己身体的部位，然后就会，就是教练什么也会教我们怎么样去脉络、经络，真的学体育的也会，像 Terry 也会啊。对啊 ，Terry 只他不是像会敲筋骨，但是他对人体的几根骨头哪里受伤啊，对，我们有学解剖学跟那个运动按摩，对，运动防护有关的。对，练功夫当然是强身啦，因为身体上女生看了也会蛮迷人的嘛。对啊，多帅啊！刚刚你们这样的表现，两位，哎，怎么还在？两位，两位，有，你们好，你们好，你们有男朋友吗？现在没有。那在台湾，你们都没有想要认识台湾男生吗？有没有？有。可以哦。现在有人认识的吗？没有。你刚刚看他们表演，帅不帅？帅。有没有喜欢哪一个？有没有？有没有？啊？你刚刚有看他们表演吗？有。那你比较喜欢拿扇子的，还是拿剑的，还是拿棍子？你啦。都很厉害。都很厉害哦。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是。你喜欢哪一群的？哎，对，卖个 get 米莲哦。我帮你们介绍，他们7月就要回去了。有时候短暂的恋情是最珍贵的，刹那即是永恒，远距离的爱情多美啊！对你拿着撞球杆干什么？不是，因为我很想认我巧克。哎，就那个。对，蛮像的。你也没谈过恋爱？没有。你看你们真的啊，连看都不敢看，有没有？漂不漂亮？漂亮，真的漂亮啊！我跟你讲，真的。你叫什么名字？牛奎敦。牛奎敦。对，姓牛啊。对，姓牛。就英文叫 New Quayton。对。跟人家交往也要讲个英文名，还蛮啊。Hello, my name is Jake. My name is George. 还是？My name is Finley. Finley. 你在我这，Finley跟劳斯莱斯宾啊。Finley 是我呢，我是签Finley呢。你Finley？我叫是Finley。你塞骨瘤啊，人Finley。那是以前呐，现在我的名字了。啊，Finley，我的 W 哈。Finley。他Finley，What's your name？Maya。Maya，Nice to meet you。Pama。Pama。
玛雅潘玛，年轻人多多的交往认识一下。What's your name? Peter。呀呀呀！那你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啊，不是一人，好好，一人站一边嘛。啊，对对，是的。他们即将要回去美国了，有什么话跟他讲？他们是交往，有机会多多来台湾可以跟我们交流。人家今年在讲话的呢，对，可以多来台湾，然后交流跟我们传统的文化这样，做中西方的交流。是是是，你呢？有什么话说？女朋友，你不要在这边碍事情。那你有女朋友吗？哎，你 What's your name? Eric. No girlfriend. 18啊，18岁对不对？对，刚刚已经留下来带国民外交了啊。你要讲什么？他们即将7月要回去了。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回来玩。哦，你是跟我讲还是跟他讲？跟他讲。那你不对看着他。哦，那有机会我可以带你们出去玩。主动，主动。你如果现在有一天的计划，你想带他去哪里玩？去哪里都好，去哪里都好吗？只要想对，请问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机车就好，开车、机车都可以。开车有车吗？有，十八岁，对，家里有车，对不对？对对对。哦，He have car. Can you drive everybody? 对，对对，大家一起去，对对对。有，你们想去哪里吗？只要他在一起，在哪里都没问题。只要有你们在，他都觉得哪里都 OK。对，而且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啊，数肩膀的游戏。哦，你会要怎么数？要怎么数？你很简单的，我们再过来啊。比如说你跟他在数，是不是？对对对，一、对、二、三、四。哦，数他上去了。这样会不会哈？好会哦。所以希望你们想去哪里玩？都可以，也都可以。没去过的地方，没去过的地方。你呢？我也是。你来这边都还没出去玩啊？没有，都没有。没人带。是啊，有机会出去玩一玩交流。哎，听讲，我们现在是进行到哪里去？我们刚刚我们不是来看武术表演，怎么都没有人关心他？他是他朋友不是吗？啊，是是是是啊，学长嘛，你们的学长嘛，对对对，刚刚是学长的武术表演嘛，对，很精彩啊，很精彩。对对对对，你有男朋友吗？没有。那你有被玩过数肩膀吗？数一下，没有，你要数一下啊，数肩膀，来数肩膀，来来，你数一下，你数一下，谢谢表。你看我被拒绝，你看了，我受多受伤，不是啊，害羞啊，哎，害羞，那你数好了，你数好了，我也不要死，我可以这样吗？好，一二三四，对，好，那我们的主题别忘了，我们现在还要回去的。对啊，重点是我们看到中明高中嘛，哎，这武术队，对不对？而且表演非常精彩，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男生的准备，男生的极限版的板块移动了，来来，进男生板块移动，来。感谢武术队的精彩表演，而台中的同学们真的是个个活泼大方啊！接下来要进行男生版，今天男生版有不一样的版本哦。好，男生版，男生版本比较难又高，中间的圆的变过去的钱币了吗？钱币，所以这男生呢要用原地跳出分极限版，所以男生的奖金要到6000块钱。来，欢迎男生版本，来，欢迎。好，大名。何俊杰在台华，台华经济，欢迎你来了哈。来，大名，陈立奇，对，学生，对，东海大学，竞技啦啦队，竞技啦啦队，竞技啦啦队，哎呦，还有武大的哦。东海大学最美丽的是那个教堂，对不对？对，哎，那个最有传统历史古迹，闽东嘛，对，你是竞技啦啦队，我是篮球队，篮球队，哦，也是运动员了哈，对，高二，高三，对。将来毕业要念，我想考体大，体大跟体育有关系的。对，好，你屏东科大的，你不是社会人士哦？对，屏东科大，科大大一，你是什么？我是投篮机的，投篮机国手，投篮机国手，投篮机，真的假的？对啊，去年拿下2座全国冠军，投篮机还是投篮机国手？你可以投几分？对，我现在是全国纪录保持人，三分钟787分。什么概念啊？三分钟787分。一直投，一直投喽，两只手喽。比赛只能靠单手。
哦，比赛成单手，好可惜哦，你今天来不把机器拿过来了。对呀，对对啊，下次再来，下次你要跟我们联络一下，表演一下哦。好，纪录保持人呢？哇，对呀，好，哇，下次会访问到他是夹娃娃大赛冠军的。也有没有这种东西？也有啊，夹娃娃现在流行哎。对，以后再来办比赛不得了呢。哦，那今天会不会双手这么值钱？OK 吗？尽力，尽力了。好，这四位男生对不对？对。男生最高奖金6000嘛，那么再加一个 Terry。好好，Terry 试试看了啊。好，就5位了啊。来，那棒次我看呢。我先来。你要先吗？对对，我先来。好了，你有地方来来。对对对。来来来来，预备。两个改，左右拿下我们的第一块板子了。好难哦。我很快的拿了绳子下来，第二块板子。转身才抓彩球哦，好高哦！第三块板子超高，都很累吧？站好，每一块一块比一块还要高啊！对对对，一直往上，对对对对对，真的很厉害了，真的，速度有，对，几秒啊？14秒86，也跟大家做个等于说机会教育了，让他学一下。来，第一棒来，第一棒要翻过去啊！哈，预备，哦，披彩开始啊！篮球队。双脚往上夹，去外往那拉，美丽同学要夹要夹夹，我夹了一点点，有夹一点，我抓到了，终于抓到最紧张了。接下来双手要有力才能够放脚，让自己脚插到那个洞，双手是把自己的身体撑上去，把它撑上去，还有背力，这样子，别先磨了。还要出手，现在要出手，不再出手。来，出去掉了，掉了。哎，他想要脱掉了。OK， 我二把杠过高，但是他现在要翻身就不容易了。翻身要翻身了，再抖了，再抖了。再一只手就翻过去 ，OK 了，可以拿了。完成就是可贵的。很累哈，很累，这道不好爬哈。哪一段最想放弃啊？第一段就想放弃了。他好像大腿没有把它夹住。对，我看他爬这个哈，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但是能在三块板子玩50秒也蛮厉害的，几秒很好，56秒，能完成就什么？哎，谢谢。第三位，李威，好，加油！东海大学，哎，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再来。你们，东海竞技啦啦队的同学，好来，上不去了，你太累了，有点不舒服，可以换同学，可以换换换，站太久了，有刷的，喂，加油，好，同学，好，换了这位同学就开始了，还要把它夹对，可以了，已经爬到顶端了。哎，他不够高，坚持下面。他说，他先抓下面用脚来带动身体，蛮厉害的。哎，可能花了不少时间哦。好，来，准备翻过来。可以了。同学马上上来就会了。临时换将啊。完成了同学的心愿啊，心愿心愿，帮忙一下，33秒25，哎呀，33秒25，你是学什么？也是啦啦队，也是啦啦队，好，好，谢谢啊，来，接下来是投篮机，投篮机的，投篮机的，预备，好，这边投篮机自称全国冠军了，不行了。有点那个手脚没力。今天的天气真是太热了，让许多同学们都表现失常。到底今天的板块移动极限版还会不会有人过关呢？来来，下一棒，下一棒，下一棒。你们，我来哈。
比同学快哦，快！好 ，OK。好快哦！厉害厉害，蛮有力的。目前就靠手不靠脚的呢。对，哇，几秒？24秒16。24秒。今天五位参赛者，第一名是Henry，不然是这样子啦，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辛苦，因为他们在外面有晒太阳，所以我决定把我奖金这样子哦分给他们，对对对，对，因为一张给所有的参赛者哦，哎呦，那等一下我们请颁奖的人来一样，理事长，理事长，哎，又来大家辛苦哦，大家徛到就刷了哈，辛苦了，平常时都爱有闲爱去游泳，哎，游泳身体锻炼都好，对对对，咱徛在袂就刷。当然是啊，今仔第一名是伊嘛，伊要钱和关和大家，所以咧提6000块，6000块，冠军6000块啦，是，二三四五六 ，OK， 恭喜，谢谢。那谢谢，那我们来处理一下事情，好，等一下，谢谢你们。那你要怎么发？来，就1000了哈。那来，林东，谢谢，谢谢，哇，那谢，谢谢，好，阿叻，人人有奖，好棒，好棒，好，谢，人人有奖。好，加码，加码给谁？好。什么意思？我要挑战这个。对，我看你那么瘦，可以吗？可以。那我们要怎么算成绩？那你要挑战的话，就要看我们挑战最快的，对，14秒，可以。有价值。加码对不对？可以。来，没有。理事长，接力光的牙贴24秒了，我看是应该就困难的呢。不然，那到10万块一样。中小没问题，应该是不够，我们四个嘛，好，制作单位你我1万块，对，14秒，86，1486，来，一杯了，加油，来哦，等一下，你是有练什么东西？为什么？舞姿，把舞龙，所以难怪嘛。灵巧。哎，明明看到14秒还敢来挑战，那个真的就是，是舞龙舞狮很有力量。哎，他有可能拿走这10000块哦。应该的，应该的，来吧。预备。是啊，刚手滑掉了，手滑掉，那你要戴手套吗？不要戴了。对，再一次对不对？所以奖金变9000哦，没问题，9000哦，你再摔一次变8000哦，不要这样理由。好，预备，好，现在变9000哦，预备，不要急，好，这位请。你觉得会过吗？会过啊，有信心的。14秒，14秒哦，可以啊。还是说现在就1人1000，4000块拿着走？不要，4000就好了啦，不要看成绩了。对，没关系。你一定要看，对啊，万一成绩超过1毛都没有，没关系啊。要买4000，买零哦。就1人1000给你，不要。没关系。你如果15秒就是0元，嗯，好，那我4000好了，对不对？起码一人拿，不要看一人拿一点的，我4000拿嘛。欢呼，他们在欢呼，决定在于你来。钱又不是他们拿，4000就好了，真的4000，那还要不要看成绩？看成绩。你拿完钱还要看成绩？当然看成绩啊。你会后悔啊。我跟你讲，现在是3个选择，一码就是0元，要不然就4000，要不然就9000。他犹豫了。定了，他决定最后的决定。首先，来，请公布秒数。好，这是他的秒数。好可惜哦。啊！
你看14秒3了，你看。好可惜哦。就跟你讲吧。怎样？你干嘛？你看好可惜啊。都是你们的。啊，14秒，好可惜啊。话是这样的。好可惜，14秒。是10秒43。10秒43。是9000嘛？来，请来冷心了哈，3000、7000、9000，来恭喜你，还有挑战成功，舞龙舞狮的，厉害！再跟他们握手一下，谢谢。谢谢这些赞助商啊，谢谢。有东西要送我们园区，自己的厂商自己做的，在地做的产品要送给我们。综艺大集合的，大家摸彩观众好，观众朋友网友嘛，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我们是做辅具跟电动辅具的厂商，那这个是折叠的手杖，哦，折叠手杖还是1200，对，那这个是挺背板，可以让大家挺背，然后可以瘦小腹，可以瘦大腹，可以运动哎，然后上我们脸书，谢谢你们一起来运动健身，多功能的挺背板，谢谢你，谢谢。谢谢，来，我们继续送幸福。同学勇敢跳出来挑战记录，这种正面积极的态度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我们前往台中的丰乐雕塑公园，这可是全台首座公立雕塑公园。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丰乐雕塑公园是全台特色公园中首创有跑酷练习场的公园，让许多爱好跑酷的运动好手来这里挑战。今天这个来到公园是来跟瓜哥以及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好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台湾省唯一一个针对跑酷运动设计的主题公园。跑酷啊，对，我们不是在大楼中间穿来穿去的吗？啊，是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公园非常的新，它听说去年才完工，那就从这边呢可以孕育出非常多优秀的跑酷选手。其实那是电影效果，真的跑酷有办比赛吗？对，有，在台湾有办比赛，而且呢它的场地一定要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管是地板的弹性呢还是这个场域的宽阔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经过设计。所以你今天只是借到场地吗？我们有谁会跑酷啊？那你这借到场地给我们也没人跑啊。当然今天有来到现场两位跑酷界顶尖优秀的选手，欢迎来，热爱跑酷的大朋友关羽是来自台中跑酷实验室，跑酷资历已经有7年了。跑酷运动可以说是一种专业运动，拥有国际专业 C 级执照的他可是台中跑酷界达人。另一位跑酷达人纪永林是跑酷实验室助理教练，除了有深厚跑酷底子，也常常协助许多学生认识跑酷。哇，这睁眼走闭也刚刚这样很厉害，这样翻下来。所以你们是专门练跑酷？对对对，我们是跑酷实验室的团员，我们主要是跑酷实验室的主教练。是，对对对，教练。对对，啊，这个是我们的助教。跑酷基本的条件也不能太胖，对不对？哎，没有没有，当然不是这个回事。我们跑酷其实最主要是练习我们的控制力，它协调力。其实每个年龄都可以接触跑酷。这个是特别盖的跑酷的公园。对，没错。所以你们在那边练习。其实跑酷不只是只在这种特定的公园，其实你在街上各种场地你都可以去尝试。是，对对对对对。那练这个或者将来要做什么呢？你练武术嘛，或者练各种方运动，其实你在练的时候，你唯一只是一个兴趣。那练久了，你其实就是可以当做健身反应了，对，全身的反应跟胆量，对不对？对对，没错。今天可以表演给我们大家看吗？两位？对啊，可以。来，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开眼界。哎，欢迎跑酷队伍。哎呦，冲刺了！换一个人了。他走这个，他拿那个嘴巴咬什么？他咬的什么东西？哎呦，这个不晓得，想问他好了。哇，好会，体力好不好？好。请猜。哦，我没有总拿。哎，小心！哇！哇塞！哎，电话 call 我，我传情书的。真的。原来他是咬电话号码，要给蔡小杰的。哎，你没，你给对人的嘛哈。对，人家是真的想给你。爱过我很久了，哇，厉害哦！哇，这个动作太困难了吧？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没有练过，我们真的没办法。对，
所以你看跑步的是一个一楼，这样会有高度的影响的话，有的更高的话敢跳吗？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先比较矮的来做练习，然后慢慢对，慢慢一阶一阶上去。刚刚这几个动作你看看，看似很简单，其实很难啊，很难啊。对，他连他刚第一个启动拍了两下，像我们以前那个叫什么啊，跳那个跳马那一样，哎呀呀，拍两下了就过去。可是这里跳过去呢？这个矮墙跳那个高墙，对，这个动作好像你们应该可以体验一下的。拍了两下，你要不要从？要不要矮墙跳高墙嘛？来，你看这个距离啊，从这里跳看似，我这很远哎，可是它很轻松啊。这个你看我一个人的长度哎。很远的，对啊，跑过来，这一算是200公分有哦。过去，你等于跳过去哦，两只手吊挂在那边，对不对？然后爬上去，来，你要跳一次。这个动作叫猫抓。猫抓，猫抓哟。它很简单啊。对啊，这不难嘛。手臂的力气也要。翔哥要来示范一下。哇，那这样哦，我来试一试。因为你最轻松啦，你最轻啊。不要被我跳上去哦。心理的客服，对呀，我是觉得上来之后，你才可以感受到心理的客服了。对对对，要必须克服心理障碍。要注意哪一点？要注意我们脚先碰到，好，再去摸就好了。真的，等你脚碰到，你往后倒，我会保护你。脚，好，是哦。看我来哦。不带手杆，不要手杆。先碰脚，相信你自己。碰脚，再抓手。对，不敢，不敢。碰脚，再抓手。知道碰脚，加油！好，上去！我的鞋子掉了啦！把它穿起来！把鞋子掉了！哎呦，很敢哎！哇，想个 OK 啊！哎，这个真的很勇敢哎！可是是不是跳过一次后就比较不怕了？可能哦，他因为有这个经验的嘛，他只是刚刚过一次的距离，他没有这样做过，那很厉害啦，这很厉害，他不错吧？对，他不错，体能非常的好，素质非常的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身材比较像跑步的啊，哎对，对不对？跳回来不能下来，不行啊，跳回来更危险。不是跳回来不难，我不能跳大片的吗？可以跳大片的。要不要楼梯啊？翔哥说真的，不要。回家快点。还是要。哎，我说真的，跳回去比较不难。真的，因为那边比较面积比较大。因为他平常跳那个什么碗弓啊、距离啊，都对对对对，来跳那个。那边面积比较大，会比较安全一点。嗯。OK， 落地。跳回来真的会比较恐惧，很可惜耶。啊，这个好难，这个好难。对呀，你看他其他还要翻这个有没有？翻来翻去的，郭中要试试看吗？郭中要不重要啊？这个。刚这个动作吗？对啊，然后你就上去就从这里跳到那边。从这里跳到那里。你先跳，你先跳。脚先碰。膝盖不要撞到。你脚啊，手先碰，他手是不危险的。对。哦。哎呀，好危险。哎，没得，我是这样闪的，是不是？对呀，哎呦，他蛮轻的，对呀，轻盈哎，握力非常的好，他蛮厉害，因为他是直接撑上来的，对，他不是这样吊挂的，他是运动员呐，哎，都是我们两个算运动员呐，都是，俊卿，你今天来都还没有表现呢，你会怕吗？是可以挑战一下啦，你哎，人家来台湾上节目就搞这么难的，对啊，给人家不好印象，可以吗？难的呢，如果说翻过这个小船。怎么翻？翻过小桥梁。哇，这个弹跳性要好。对，弹跳。来，预备。我先撑起来。哎，那你脚跨过去，慢慢的伸下来。好，那你快动作。哎，他没有啊，他连碰都没碰啊。对呀。啊，再回来。秀回来。哇！哇！转身嘞！来，你可以吗？好。爬墙，其实我还可以爬。哎呦！爬墙。他转身的，要接触吗？如果直接没有，对，就直接空中，空中吗？对，然后下来转身一下。哦，转身会不会太勉强？好像不太可能。那你就不要碰到就好了，不要碰到。哦，还是一天碰到。哎，可以，还可以翻得了。哎，60岁还可以这样翻，不错不错。来，俊卿来试一下。来。
你脚步没做好，还可以吗？台湾不用先做效果，先过去哈。好，我们开始了。来，直接来。好，哎，不错吗？哎，那这个这个弹跳性比较没那么好。哎，没事吧？你是不是倒了？哇，还好有你这一段啊，我们可以剪预告哎。所以你没有亲自体验这个，你怎么知道它有多难？真的很难，真的。但是我觉得女生有没有练，也很多女生练跑步。有。同样的场地吗？其实场地的话，我们就有做不同的设计的动作。比如女生呢，我们现在叫那个 Uber 不会 ，Una， 来来，过来。啊。哦，转身。哦。可以。坐的，然后脚反过来。哦哦哦，可以可以，侧面的。哎，那个哑铃啊，哑铃，哑铃，学姐，方美瑜要取代他，一定要本事啊。可以可以。哎呦，哇，他直接上去，够长哎。他脚太长了，直接就。对，他屁股嘞。好，屁股屁股哦，撑起来。哦，好好好。哎呦 ，OK 了。对对对对。不错哦。那只是单别的练习而已了，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跑完全程，要怎么跟他们比赛？这个怎么比啊？我们找个技巧的来跟他比一下。你看一下。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壁虎你看过吗？蜘蛛爬吗？蜘蛛的，对，壁虎。蜘蛛爬看过。你会吗？你上来先。你看，啊，对呀，小时候很玩，对啊，小时候你们都玩过，对啊，小时候家里的墙壁，那我们都玩这个呢，小时候家里的墙壁就玩这个呀。然后你现在看到哈，这里有一扇窗哦，好宽，你必须要上去哦，到这里哦，这个要走一个吗？哎，女生都要比赛哦。女生啊，第一名有2000块来。女生哦，一秒数哦。对，好来来来，大家排队。瓜哥利用这两面墙设计了游戏，飞檐走壁，用双手双脚在两面墙之间前进，攀爬到终点，咬下掉在空中的红包，秒数短的获胜。你们带我参加的选手，女生哈，女生哈，那个飞檐走壁过来了，用嘴巴咬到红包，一秒数。好，我就觉得2000有点低啊，真的啊，这要参加意愿不是很高啊，3000好了，三千。好，接下来女生有看到了哈，我参赛者，哇，你们是参赛者，如果第一名有3000块啊哈，好，要快一点啊，你们两个之外，我们也要派啊，就你们三个啊，要，你可以吗？我小时候可以，现在我长大没试过，我试试看。我看您根本上不去，你如果上不去就直接放弃，不要勉强上。那如果我过得去的话，有那家奖。啊，你直接过来就有钱的啦，不要说第一名了。你如果拿到的话，就3000啦，就3000，对对对，你先来，蔡允杰。好，来蔡允杰，你不用赶时间了哈，你就弄完就。他一开始两脚没有一起同时跳，这样走得完吗？他一步一步。好了，是吧 ？OK 吧，对，不可能嘛，还要举手带。哎，裤子还破了 ，Oh my god！ 真的吗？我没看到，我没看到，裤子破了，你没看到。对呀、啊，你如果没有常常练这个，对呀，肩关骨就可以。所以大家看完了之后，可以考虑放弃啊。好，你们要继续参赛吗？继续参赛吗？没有放弃啊。就你们一二三四五嘛。哎，五位，五个请过去了。来，五位去那边就位，小心安全哦，哈。好。哎，他叫丫黑马。黑马，黑马，预备，黑马加油，不要要小心啊哈。好，黑马来了。黑马，哎呦哎呦，快快点，快点。对，我弹跳，弹跳就有了。年轻就不一样。别说过，别说过，可以，嘴巴。要咬下。啊，嘴巴，嘴巴，对准，对准。不好咬，不好咬。对准。不好咬。不行。OK， 下来。这边。你看那个咬那个。哎。几秒？15秒90，哦，反而这个不难，反而是咬红包在难哎。哎，可是他太年轻吗？好厉害哦！为什么蔡小杰上第一步就？因为他的脚长，他可以把它撑住，撑住。对，你完全没有在撑啊！他一撑，他裤子就破了。他有撑啊，裤子就撑破，怎么没撑呢？对。来 ，OK， 好，接下来是玛雅，玛雅，加油啊！预备，好来，玛雅 ，OK， 他也可以。哎，小心啊，安全坐上。起来，但速度没有。这么快啊！哎呀，加油！年轻就是加油！来了，来了，加油！低一点，来呀！好，来低一点，对，要。哦，对，低一点，你要低一点。对。好了，他现在爬太高了。你再让他秒数。我前一点，对，太高了。
对，风在吹，好，有了，有了，脸再斜一点，脸斜一点，脸斜一点，啊，加油加油，对，没关系，不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啊，对对对，旁边对，哦，你好，来，不要这么快，累，不要这么快，累，啊，不行，可以从下面，我们来站起来，啊，下来下来，好棒，咬好久，咬好久。鼓励他哎，而且都说不急哎。他浪费的秒数很多。对呀，对。他其实前面也爬蛮快的。对。我们来看一下，一共几秒？几秒的几秒？52。52。他后面这个红包咬太久了。对。就算他12秒吧，好不好？对。好，一个15秒，一个52秒，加油了哈！来呗。飞檐走壁。来了。点爬上去一点，再往前。对，往前，再上去一点。要踩空哦。小心。哎呀，你咬的有点偷，好假不？淘汰了。他是几秒啦？13秒。可是不行啊，他那个要加了。你是第二次。再让你掉过，再给你。到旁边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没关系。你掉下来了，不然你咬再重来。哎，要从下面的哈，不能往上啊哈。来，预备。从旁边或下面。方向很重要。预备。干什么？什么事？旁边呢？啊，等一下会有先处理。好，来了，我这是学姐嘛，学姐，有人加油，有人加油，学姐，你好像没有什么肌耐力。哦，他是肉质软，就你会抖动啊，他大腿抖动，那感觉没什么肌耐力。没有，啊，不要笑，低一点，不能从上面咬，低一点，对，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再下来，撑不住，快撑不住，是啊，下来一点。快撑不住！从侧边，哎，对，这样可以，再低一点，脚再低一点，不要怕，小，这样，啊，好，来，可以，哎，来，有旁边就可以，怎么那么像移动板块啊？对对，顶住，往上，哎，有了，啊。那你要从下面再来一次，好不好？你不要这么偷鸡，你要成学生的榜样，不能这样子讨价。你再休息一下，还有一位嘛？对呀，好不好？你去后面准备。对呀，好，去。好，那你没完成哦。对，好不好？来一杯，加油！好来，哦，你魔王，可以，他是用走的，他不是用弹跳的，没有弹跳了哈。哎，他用走的，下面吗？下面，哎，对。上面多简单，我下面对，走旁边，哎，我送人就掉下来，没关系啊。有，好，厉害，不错，厉害，对啊，还是可以。只是看他感觉永远像那个装潢工人在爬墙，很奇怪啊。觉得是不是？对啊，瘦小的装潢工人，就是他一步一步的，好像在修红宫哎。那你刚刚看那两个女同学是？不一样，那整个像电影的女主角在出亮相，明明七女郎啊。不是，是有意思。我们也可以像很像电影女主角。你刚刚就职业，是不错啦。你女魔王了，你还出新作品了，够嗲做做一个人嘛？对，够嗲。嗲中做嗲的一个。啊，嗲中做嗲的一个。几秒？24，还是你第一名。哎呦，哇，还是你第一名哦。哦，厉害哦。那现在乌娜再给他一次机会，来，最后一次机会。加油加油！你应该没力了吧？还蛮有力量，还蛮有力量。不要再踩空掉下来，他很认真的。你呢？这个只要拼这3000块哦。要。不能上面，不能下来一点，下来一点，下面一点。哎呀！对，辅助舌头弄湿掉。来下来，你看这回上面真的简单，下面就不容易了。对啊，来，你这次就可爱多了，真的感觉上就不得。不要硬扯。对啊，不用硬聊，几秒？19秒。啊，好可惜哦，19秒，一点点。哇，没关系，但是表现很棒。对，运动加精神。两位同学啊，哎，我们特别请到慈善协会总监啊，在哪里？总监，欢迎总监，欢迎。你好。啊，总监来，总监，你好，你好，你好，
慈善协会啊。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台湾地球水公主慈善协会。哎，对对对对。那今天主要是说要大家在很辛苦里面要介绍好水给大家喝，因为大家很辛苦，想让大家喝好水。谢谢，因为这个夏天要补充水分，不然很容易流失水分。活力水之灵啊！对，谢谢您啊。接下来我们就要颁奖了哈。这位同学有3000块的奖金。好，同学，恭喜，恭喜。对，跑得那么认真啊，我们跑得这样，对不对？我们加码是不是？好，两位加码，你2000，冷清走。好，来我请，那请李上搬好了，一个人2000了哈。好 ，OK。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嗯，谢谢谢谢谢谢，来继续祝幸福。有一座跑酷运动公园，真是太酷了！这里真的很适合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玩乐，不过记得要注意安全哦。接下来前往台中北区的保龄球馆，介绍一位不一样的保龄球选手。哇，今天我们来这个介绍保龄球。保龄球馆，保龄球曾经在台湾风靡很多年了。是，这个我就是有经过这一段时间。真的吗？对，因为我知道之前我是靠保龄球在赚钱，就在差不多20年前，台湾啊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保龄球馆。但是过去我们知道台湾的飞碟球很厉害。在前一阵子的亚运，我们的保龄球都是拿金牌、银牌、铜牌，都是由都囊括了台湾选手去拿到的。哎，你讲了一嘴好球，哎，是啊，你到底会打吗？可以啊，我以前就靠这吃饭。我出道之前，他刚才说靠他吃饭的，是这样的。你连打3球呢，然后3个都打到全打火鸡的，就3000块了。好好好，试试看，来，大家要，拿十二饭哦，火鸡啊，火鸡啊，不可能吧？连3球，就靠这个吃饭呢哦。好像很专业一样。把你前天的气质拿出来。有气质演的吗？你有 BJ 够吗？好吧，BJ 够。不可能的。这要解决了，是这个鞋子，看是有模有样，但是运气不是很好啊。这个解得掉吗？解掉，解掉，来，哎呦，要捡球啊！哎呀，加油哦！习惯呐，是，对，那很难打，很难打，对对对，不容易，是要练习。对，如果你是全部看不见啊，请问你会不会打保龄球？什么叫全部看不见？就是你全盲啊。啊？你这个人啊，这个都有不准了，还有大，怎么走歪掉吧？所以今天要介绍一个全盲打保龄球的选手。哇，来，我们欢迎他。真的假的？欢迎欢迎。你是爸爸对不对？对对。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哥好，我叫陈其信。陈其信今年几岁？今年21岁。21岁，是打这个保龄球多久了？应该算2年多。2年多，可是你是从几岁开始看不见？其实是从小，但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是。那为什么突然想要接触保龄球？其实是因为之前我们家的休闲活动，那爸爸都会带弟弟来这边打球。那其实我在旁边听的时候，其实我听到那个球瓶啊倒下去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很过瘾。所以你开始爱上保龄球，爸爸也很有耐心教你打保龄球。是。那你多久才碰到瓶子啊？其实真的是要练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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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第一次打全倒，你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对，可是你知道全倒是听声音就知道全倒，还是爸爸跟你讲？爸爸会说。那你会解球吗？不太会，都是要凭感觉。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有时候他如果说是在7号瓶，我就跟他讲说啊，你那个1号瓶的左手边最后一颗。啊，当然他也是凭感觉的。是。因为一开始他是正常的打，所以有时候走会走歪掉啊。啊，有时候我们去上个厕所，他就把球往隔壁那边丢下去。照顾他。他也打，我都没有听你的词。对啊，后来就是有人介绍说，哎，有那个盲人哈的辅助器材，有专业的。对，那个比赛也是要盲人，所有盲人都在用那个辅助器材。那辅助器在哪里的？哎呦，就这个。哦，这个是辅助器啊。对，这是保龄球馆的呢，还是你自己是？没有，这个是比赛专用的辅助器。对，这是它的长度要高度哈，都是有统一。那我们可以不示范一次？可以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陈其信，这个是辅助器啊，是，你看做得非常好，你还可以放球。你打几磅的？11磅。11磅。对。好，接下来你就不用扶他，他要打对不对？
他靠这个就可以打。哦，来预备，算好脚步，出手，我要蛮直的，正哦，哎，蛮直的，哎，很直的，有。打个九分呢，这样他一个人打，我们都蒙眼打，我们也蒙眼打，我们蒙眼打，哇，这个，那他打三颗球嘛，哎，我们三个蒙眼打嘛，哦，这样啊，对，跟他比赛啊，你一个蒙眼，你两个蒙眼，我蒙眼嘛，哦，你也来是不是？对，他的总分如果赢我们，我们就给6000啊，好，好吧，也要一个挑战哦，对，可以哦，对，那你应该会稍微吃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啊，艺人啊，从来没有蒙眼过。对，我们这样不好意思。啊，不要，你不要客气，也不用让我们，好不好？对，哎，来，请就位。好，来。陈其信面对这三个挑战者，第一棒红毛，第二棒郭忠佑，第三棒瓜哥压轴，能不能勇闯三关拿6000呢？我们有三球机会，对，三个人要挑战。我们不应该算总分，这样他比较吃亏哦。因为我打这么好的时候，把分数压过去。谁打得好？所以你要怎么比呢？对，应该是个别赢一个就2000了。他有机会拿4000，但他拿不到6000了。但总分他可能一毛都没有。哎，不一定啊，好不好？你这样懂意思吗？你这样一个一个 PK 就对了啊。你一个 PK 红毛，一第二个 PK 郭忠佑，你反正你有赢一个2000。你打8瓶，郭忠佑打4瓶，你就赢2000。你打9瓶呢，红毛又打7瓶，你有2000。好，最后你打9瓶，我打了全部倒，你就一毛都没有。哦，哇，瓜哥是最后一棒。对，哦，你不要被他的这些笑话给害怕了，他是讲好玩的啊，乐事话而已。预备，好来哦，那第一球由你先来哦。好，要不要影响了，不要影响了。加油，加油，加油！好，奇迹他现在，哇，好直！直哦！天哪，天哪，好直！哇，好直！直哦！天哪，天哪，好直！哇！八瓶，八瓶，好棒哦！他刚刚为什么不这样打？我们比赛他就打那么好。对啊，实力。好，八饼哦。对，来，弟弟先下来一下。先休息一下哦。你的对手，第一棒对手红毛来了。戴眼罩，戴眼罩。干嘛？现在戴眼罩不要动啊！现在戴眼罩什么感觉啊？我跟你讲哦，这个起码要戴2层。对，要戴2个，上下都要啊，你才不会偷看啊。对。这样才公平，而且你脸大，而且你是不是靠这个吃饭的，来，什么都看不到，你要不要先走一遍？先走一遍，不用打，先走一遍。你往球道，你都没算步伐。有算好步伐吗？不错不错，会哦。好，在我这里，我从这里起步。好，预备，预备。好，面对对手有8瓶，红毛会丢几瓶呢？你睁眼比不睁眼打得好，睁眼好可爱。你真不应该哦，那个打开眼睛打球是吧？你刚刚打到6瓶，现在就遮眼还打7瓶，7瓶哇！因为有辅助的这个器具，有帮忙，有帮忙。因为没有，我们刚刚有学他啦，所以知道是有辅助啦。哎，那他赚，他现在有2000块了，现在先比第二轮啦，郭忠佑了啊，来，第二回合来，来，请好，预备。8比7赢了第一回合，陈启信。接下来第二回合，好，第二回合才休息不到几分钟，就第二回合了。这一球，哎呀，还可以，还可以。郭忠佑，你运气啊，郭忠佑。这是几瓶？6瓶吗？5瓶，5瓶。好，5瓶这不能。启信在第二回合打了5瓶。其实我们啊是不太适应的，对，所以会恐慌，而且会怕，对哦。来，你先走步伐吧。会很慌张。哎，差不多可以，这里吗？自己上步伐啊，因为那个到底端可以摸到嘛。来，预备。现在陈其信是5分呢，看郭忠佑能不能赢他。加油！加油！5分，加油！的一个成绩出来。怎么样？打歪掉了，打不赢你，推前2次都淘汰，我跟你讲哦。来，预备。好打啊！不要打到摄影大哥哦。有啊有啊，哎呦，可以哦，有啊有啊，哇，
三人呐、啊，就是我了。哈，陈启信，预备。没错没错，八分哦！来来来，花哥请就位。哎呦，一次是一百，对，差一百。等一下，我抽筋了。这样就抽筋。他跟你要扶杆子一下。你应该要练习扶杆子，而不是这边跑来跑去跳动吧？被你两个看不见。对呀。手会这么高吗？手不高。可以吗？来，麻烦一下。不成功变成人，对不对？单手。我都戴上了第一个眼罩。那个我们啊，一样哈、啊。你面对的是八颗的成绩。对。啊，所以呢要小心了。八颗。八颗。哎，等一下。要不然呼吸了啦。啊，这样不能呼吸吗？你带几个啊？好，这样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个？我怕你那个眼罩有挖洞。我是那种人吗？是。不是哎，我面对他我还作弊，我是人吗？哦，那就不是了。你就有好了，这个拿起来了，不要骚扰我了。没有骚扰，我球都连球都没有。你拿一下这个可以吗？会不会太重？动呢？自己找嘛。连动都找不到。好，你不要吵不要吵，我先算一个步，这边算不划，靠左边一点比较好。哎，有啊有啊有，马上跳芭蕾舞。哎，来了，来了，请准备哦，八个，七，出发。自己吹自己出发。哎呦。你是三个选手里面唯一后面还有跑的，对，你们都不会，他跑起来哎！我是主持保龄球的人，开什么玩笑？哇塞，这能输吗？有弧度，有弧度，有转动哎！很抱歉，他只能获得2000块，就是赢那个什么？等一下，你是打七颗哎，我跟你是打七颗。我没赢吗？你打七颗，你真是！你们刚刚为什么欢呼？因为你真是搞得很好，你们轻蔑我的感情。没有，因为哥哥很有爱心，那个转球转得很好哎。要，其实要控制在七颗很难啊，真的。我现在要开始讲这些热笑话了，因为他八颗，我就控制七颗。哇，要有点实力吧？是，在真的是黑暗中打球，真的是哇，应该是蛮恐惧的，那个步伐都很害怕。对，你今天赢了两关了。我看刚刚算总分他是输的，看到没有？我是好意的，你看那三颗858是21分，我们787是22分。哎，真的。如果算总分，他一毛都没有。我是体谅他，所以我说我们一单个他赢4000。是。那光哥好人，光哥好人。我有预测得到，他一定赢不了我。他赢你。来来来。看到那个球馆的老板啊，就看到我们就是。哎呦。好，老板。你好，中间请，老板这么年轻哦，有吗？对，现在开保龄球馆的越来越少了呢。对，因为在兴盛期的时候，我们台湾有650多家，650几家，现在不到50家。我们要颁奖给这位选手，哎，他赢了4000块钱，4000块，哎，对，来请，来我们也加个4000块吧，来你讲，来。就是我们也4000，你也4000，我们请老板也颁给他了哈，总共是8000块。请老板一起颁发了，好，给他，谢谢，鼓励一下了，奖励了啊。好，谢谢大哥，谢谢，来，给他鼓励一下，加油，这是最有爱心的，最重要。继续加油努力哈，加油，努力练啊，但是要先练肌肉，球速才会快。对啊，对，要勇敢的冲，不要怕失败，就像刚刚我用丢的，出去就出去了，球要越练越快，好不好？谢谢，爸爸也辛苦了哈，谢谢。没有，瓜哥。其实齐信的偶像是许富凯哦，他唱歌也很好听。许富凯是你的偶像？是。那你要唱什么歌？其实想唱凯哥的那个《米酒回》。米酒回，我米酒回，好不好？我要求你，好，你求。
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笑杯，为你化作冬天的喜悲花。今日受风吹，今日冷冷归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笑杯，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好听哎，唱得很好。很好，对，你厉害啊！这练歌练的真的，哎，会专，他非常专注。对，而且他唱得很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谢谢。今天还有很多东西要送给观众朋友，刚刚上网了啊！也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锁住民视收看我们的《创意大集合》。